好，考核就结束了。下面呢，就请我们两位老师开始选人，一人选三个。刘头赢了，刘头就先选人。哦，我要看看哪两个是双向奔赴。嗯，双向。现在开始吗？开始吧。我选晨晨，是不是双向奔赴？不是的吧？那我就是选萌萌吧。我先把虎子选上。好的。我发现你们俩特别有默契，没有一个是双向奔赴的。你们想跟谁一组？我选刘老师吧。好的。那我选刘老师。那我就是选萌萌吧。周老师，周老师。我选晨晨。周老师吧。我先把虎子选上。太好了，就要达到这个效果。他又在挖坑。还有呢，刘东。墩墩。我选雨欣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我们放在后面选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他是一个保险系数很高的，他实际上能力还在那，其实他到哪个队都会起个担当作用。波波，你到底是去周老师组呢，还是去刘头组呢？我们再来一轮考核吧。又还有加赛，我们就简单一点，掰手腕好不好？好。要不到这边来吧，那边人有点多，好不好？墩墩你让一下。好，是不得放个狠话啥的？先放狠话。对，无论你是赢和输，波波都是我的。放狠话，放！我要看你手臂的力量大，还嘴巴的力量大。看见没有，团队就是这么破裂的。开始吧。举起来了，装的哇。我还趴着。两位选手，请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两位老师，这个势均力敌。明明嘴巴大，手也大。我宣布，刘头胜出。耶耶！祝贺你！哎，被他挖跑了，加油！好，这个今天的分组就完成了。两位老师呢，就要带领着各自的队员进行后面紧张的考核。我们不得有定个惩罚之类的，小惩罚之类的。也行，也行。然后我还想的是，我对周老师头发特别感兴趣。如果他们组输了的话，周老师就脱帽向我们这部组致敬。你们输了呢？我想的是，我们队如果输了的话，我们这个组里呢，就把周老师头发戴着头上戴一下。大哥，输赢痛苦都是我，是吧？那我不会干。对，不干这种亏本买卖，不干。哇，虎子，你有什么建议？这个，既然两位老师这种针锋相对的这种感觉，要不最后输了的一方要夸赢了对方，就是夸得五体投地，夸得五花八门、五颜六色、五彩缤纷，连着夸一分钟。我觉得可以啊。拉钩，拉钩，上轿一百年不许变。我们两个都是在不知道怎样的情况下，大部分工作还是他们自己身上，所以还得尊重他们意见。我们中间只是起到一个穿针引线服务啊，然后对他们一些规范性的东西做一些指导。这个案件这种形式也是他们在过去两个月成绩的一个总结，希望双方所有的实习生都表现得很优异。我和刘老师两个人性格里面都有一种争强好胜的心理，
都希望自己带队能取得一个优秀成绩。好，开始吧，准备准备。好，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叫吼吼厅 KTV。目前只知道接到了报案，说有一个女大学生深夜的时候在这 KTV 这个外面那个楼外面坠楼了。这个案子整个的经过，我跟周老师到现在也是不知道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把一个被密封的案情发给你们，